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啦。装入盘中，美味继承。哇，好香啊，现在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样炒出来的大肠口感脆嫩又筋道，而且吃起来一点也不会出现咬不动的情况，也不会有腥臭味，是一道非常不错下酒又下饭的菜。爆炒肥肠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？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哟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